嗨，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开车，我今天非常期待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在市区闲晃了。今天我要跟闺蜜呢到迪化街走走。赵小乔，女人说，其实迪化街不是我拍的第一集了。那我自己本来真的就很喜欢迪化街，因为我觉得它完全结合了台湾以前的民俗的文化，然后加上一些文创的东西，所以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逛的还是看的，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欢。所以请期待我们今天的闺蜜之旅哦。嗨，这个就是我的闺蜜哦，她叫秀心哦，直接都走。健康路线，舒适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秀心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们小学五年级吧。这样可以算得出来吗？不要算，你们不要算，不要算，千万不要算。我们小学五年级在合唱团认识的，是的。初中又同一个初中，然后呢，高中要考同一个高中，然后呢，我们居然都被选上当景美一队的奇观。你看两旁好多这种红色的房子哦。那迪化街这一带呢，基本上就是这边的人翻修房子的话，就是不能改变外观。那我刚拍这一栋呢，就是永乐市场。永乐市场呢，是现在里面还有卖很多很多布，也有很多好吃的。秀心第一站就要带我们来这 ，Let's go。一楼是市场的部分，二楼开始就全部都是布哦。春卷呢，玉米、米粉、面好多、哦，这个是某一种粿，菜头粿。然后还有豆腐，还有好多青菜哦，看起来就超级健康的。我觉得这种还蛮划算的。看看，这是我的中餐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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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感觉就是可以吃很多但不胖的感觉。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开动喽！感觉里面很多木薯芽。有香葱就很大加分。有苹果吗？苹果、小黄瓜、木薯芽、香葱，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呢。而且它的皮蛮厉害，是 Q 的，不会湿湿的。我的中餐要被吃光。嗯，很好吃，好吃的，有香葱的豆腐哦，这豆腐超扎实的。因为我常常去一些素食的餐厅或者是自助餐，我就会觉得他们素食的味道都一样，但这间真的很厉害。你吃完了？我们不是说拍吃的不能把它吃完，不然后面会很撑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在来的路上，可以帮我们一起吃。哇，已经在排队了耶，各位啊，真的很热门呢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看满满的都是布哎，很酷吧？然后也有很多这种羽毛，有时候我们要表演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。啊，终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了，好难过。然后呢，我们另外一个闺蜜出现了，惠子。OK， 电风扇。太好了，真的很喜欢迪化街，因为它现在很多的店啊，整个都装潢过，所以逛起来就感觉很舒服。但是呢，我完全呢不知道来塑料店应该买些什么，所以好彷徨哦。你看，其实像塑料，因为怕它没有味道，所以他们会有很多香料，比如说像这是雪菜啊、香椿啊，他们的水饺其实很好吃。那我决定要买这个芝麻香椿酱，这个我应该怎么用啊？我觉得这个拿来炒饭，然后拌面，弄一点酱油膏。有时候你包一些，比如说葱油饼啊什么，你也可以拿来沾。反正用途还蛮多，就有类似荤食的油葱。哦，是这种感觉。买。我喜欢吃这一家。为什么？因为老板娘他们东西都自己做的，而且很好吃，不会太腻。Let's go。叫了一碗串冰。哇塞，这个浓稠度也太厉害了吧！汤圆，颜色比较深的是黑糖富贵，颜色比较浅的是蜜地瓜。先从本源开始好了，好细的感觉哦。嗯，这 Q 度太棒了，好大的汤圆哦，各位。嗯，然后再配一口刨冰。哇，这糖水也太香了吧！蜜地瓜。甜在心里耶，真的。你看老板娘现在还在煮哎。小汤圆，赵小姐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好你好你好。有那个。什么意思啊？哈喽。
它的花生真的很绵，而且红豆都一颗一颗的，然后又很绵，没有破掉。夏天就是要吃串饼，今天是素食特辑，所以素的当然可以吃哦，没有问题的。耶！我们又吃完了，我们好夸张哦！下一站前进，哒。我点的是台湾冷萃咖啡，今天用的是阿里山的豆子哦，它做的好像酒，杯子也好像。哦，真的有点酒味的感觉，好酷哦！可是它是黑咖啡，但它不会特别苦哎。嗯，很不错哎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糕点也来了哦，台湾糕点。左边这个是凤眼糕，中间是千层酥，右边有两个口味，这个是巧克力的绿豆糕，这个是花生口味的绿豆糕。凤眼糕先来一下，入口即化，它是粉粉的，吹着冷气，喝喝咖啡，听着慵懒的音乐，然后跟闺蜜们聊天，吃甜点，太享受了。这两个人真的是很烦，我要拍他们。是了不起的中年妇女，这是我们买的新书哦。有三杯，要聊吃三杯。好丢脸啊，中年妇女。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40岁了，怕什么？对啊。有一本是我的，我有对准吗？有哎。文庆一下，边喝咖啡边来阅读这一本《了不起的中年妇女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在安溪街靠近民权西路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来这边？那个干妈店是用手绘的吗？然后它有很多的油桶，它现在还是可以过来这边打油，而且它的油有一些品质真的还不错，像它的麻油就很香。耶，打油哎，好有趣哦。这白麻油啊，哇，好香哦！对啊，这是黑麻油，好香哦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是黑麻油，好香哦！我的天哦，我们今天要装什么油啊？我觉得它的麻油，它带了一个玻璃瓶来，我要白麻油。好，那这油是哪里来？应该做啊，应该去做白麻油。嗯，好香哦！我买一个这个好了，回去卤肉用。我们买了一个白麻油，不白。买了一个酱油膏，不高，对啊，感觉很水，古早味耶，带回去好棒哦，好喜欢这些老建筑哦。我们家来喝茶咯，喝完咖啡来喝茶。来这一家，他们家的茶是无毒茶园，很好喝。好，欢迎进来我的 vlog。嗨，老板娘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台湾最有名的就是茶，很多茶哦，今天超多茶。秀心说这个冷泡茶最厉害了，这颜色好好看哦。这个大暑蜜香红茶，什么是大暑？大暑它是一年之中就是比较热的地方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做的红茶就是它的香气啊，还有收敛性都特别好，喝起来特别有层次。一般人来你这边可以买到这个茶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都买。因为我很怕我们讲很开心，有没有？但只有我们来才有这样。没有，跟你说，我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茶也是限量的，因为他们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有时候这个季刚好可以做出这样风味的，下一个季就。没有了哦，就是茶就是很看老天爷要不要给我们对啊，这个是念念乌龙。一般如果看了这个 vlog， 他来可以直接想说我要买一罐念念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今年夏天限定的啦，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做，而就是今年很热啦，然后就想说一般推广给没有喝过我们的茶可以喝喝看。它里面的茶包是圆片哦，各位看看哦，是圆片哦。而且我们这个念念乌龙，它真的是选离山茶区，这个海拔大概在1500左右。噔噔。这个是我们今天中午才做的，所以还可能有一点点略薄。到晚上，如果在两三个小时之后，它风味会更足。哦，我真的很喜欢高山茶，买。晚上的迪化街这附近也是很棒。然后今天我们非常的幸运耶，有看到吗？电影的放映机，它是用底片哦，也是用数位哦。来，再来多久五倍啊？秀心在网络上找到的舒适酒吧。我是
小朋友，我点的是荆棘柠檬苏打。哇，荆棘柠檬做成汽水太好喝了吧？怎么没有任何一个厂商来做这个？我们简单点了一个炸蔬菜，然后它这边炸的感觉比较像是日式炸法，感觉很清爽，是一个菇菇哦，好香哦，有点像日式的天妇罗，玉米笋，然后它蘸酱也是那种日式的，玉米笋炸了有个很特殊的香味，很惊艳哎，因为很少去吃那种天妇罗冻会吃到炸玉米笋，不会只有。酒好喝，东西不好吃，没有，好像有点喝不好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因为我从以前就不会喝酒，完全不会，所以我其实很少去酒吧类的。然后每次，对他其实也算不太会喝，所以我每次跟朋友，如果是会喝酒朋友出去，我都是负责载大家回家，跟隔天接电话。朋友问我说昨天谁结账的，然后他包包不见了，丢哪里啊什么的，那个角色。我家老爷呢，在迪化街这边附近的一个剧场有一个剧本创投的说明会，他在这边工作。因为迪化街这边其实也蛮多这种小剧场的，所以喜欢看戏的朋友也可以过来。刚好跟闺蜜在一起一整天，然后晚上接我们家老爷下班。Perfect， 你下班啦，辛苦你啦。不会啊，那你就拍的都顺利吗？顺利啊，我现在在拍 ending 哎，你有看到机器吗？没有哎，机器就在你的面前啊。哎，起码我哪拍得到？给我开了小绿灯，我们要回家喽，再见。